拜托帮助。我刚刚其实有首歌太早唱了，那个憨人，我们最后首歌再唱这首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，因为我其实比起唱歌，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合唱 KTV 的感觉蛮好的，好不好？最后首歌我们大家一起唱，因为这首歌是我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，不夸张，每一场表演的最后一首歌一定都唱这首歌，这15年来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想延续这个传统。OK。好了，真的最后一首了，真的最后一首了，接着玩就是明年见了，好不好？中兴大学，我们明年见，不是我明年见 ，OK。我今年会有很多事情，好不好？大家要关注一下。好，那么就是这首歌，就这首歌。那我希望，其实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，其实像这种感觉，就像那个，例如说我们小时候，礼拜五的国小的时候，礼拜五不是要放假吗？老师再见，小朋友再见，大家什么明天不要见之类的，就是我会有那种感觉，哇塞啊，礼拜五了要放假了，见不到大家了，突然又本来很讨厌那些人，突然又觉得有点舍不得。我现在就是有这种感觉，我本来很讨厌你们啊，不是啊，本来什么讲错话了，没有啦。就是有一种要珍惜这一切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今天能在这边相遇，并不全都是缘分，我觉得有些是命中注定的。我唱歌，你们也唱歌，好吗？把你们自己当做主角，然后我是纳卡西了，我伴奏的，好不好？一起唱好吗？